您知道什么是水晶酒吗？北海岸沿线的水南洞金瓜石和九份是新北市相当著名的景点。今年新北市府再度跟航空公司联手，继打造香港旅客来台人数创新高后，这次主推韩国客，希望再创新北观光人潮。因为韩国已经连续三年来是在国际观光客成长的速度上面来，永远已经是连续都三年都是第一名。去年已经有高达65万人来到台湾玩，也有将近40万人来到新北市来玩。我们希望让整个韩国的观光客能够来得更多。这次航空公司选择在韩国线采用外贸淘洗的彩绘机，机上主题餐点及造型抱枕都曾令国内外旅客难以忘怀，更荣获美国专业旅游杂志的卓越原创大奖。业者相信一定能一举虏获韩国民众的心。而这一次新北市他们所推出的这个活动呢，长荣航空呢也把我们最夯的 Hello Kitty 机呢，最近刚入选呢全世界八大彩绘机啊，我们在特别用在这条线上。韩国旅客来台大多选择自由行，因为语言不通的关系，新北市府也辅导各地观光景点设置韩语标示，更设计一本韩文的新北观光手册，希望将新北的文化特色介绍给来自东北亚的观光客。凯播大台北数位新闻张云飞采访报道。